年前的今天，我来到了澳大利亚，来到了悉尼。我觉得这是改变我人生的一天。我感谢，我非常庆幸我当初做了这个决定，让我来到这里，认识你，迷上你，爱上你。其实我第一次见到昌迪是我们一群朋友，然后我们一起出去旅游，去黄金海岸。他那个时候远远的跟着他朋友走过来，我当时想，哇，这小女孩好可爱呀。我经常会想，如果我没有来澳洲读研，我会不会认识你？如果我们没有走出那一步，我们也不会在一起。好看，哇，漂亮。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，疼他爱他一辈子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何雷在讲他跟 Cindy 之间的刚开始一个故事的时候，他说的是 Cindy 成绩比较好，他成绩比较差，这个时候呢就找了一个原因，找小姐姐去图书馆，是吧，多泡一泡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个感情就出来了。我年纪是比楚国玉是要大几岁的。三年前，其实我本来跟他说好的是，我毕业的时候，我结婚，你来当我的伴郎。三年以后的今天，他结婚，我来当他的伴郎。无数次，有时候突然看到，哇，宝宝你好乖哦，好可爱，好美哦。他真的就是像生活的开心果一样。我觉得能在悉尼留下来，然后有现在的生活，90%都要归功于我的老婆。谢谢她一路鞭策着我。将来你也知道，你能替我们安排好未来的路，我就听你的话，好不好？放心的把我们家 Cindy 交给可雷，因为我知道可雷是一个非常老实，然后很靠谱，然后非常非常懂得浪漫的功课了。